大家好，我是芳姐。今天呢，起来的也有点晚，洗了个头，头发呢一洗过之后，头发就炸起来。你看，这全部是小头发。哎呀，所以这吹的，我要擦那个护发油。在德国啊，有一个好处就是，你看我头发这么长，它不开叉了。以前在国内啊，那老开叉，但是在国内我也很少染头发呀、烫头发呀之类的。在这德国呢，就是没有了。我老公不喜欢其他颜色的头发，他就喜欢黑色的。所以为了他，我也不染头发了。今天的天气雾蒙蒙、灰灰的，给大家看看。今天星期五，我老公说今天下午早点下班，不知道几点下班。还有一个就是明天他打算本来邀请他的同事，同事呢，因为最近就是一直闹离婚的事情，挺烦的，三个娃，然后呢。还在处理当中嘛，德国离婚太不容易了，太难了。然后这个男的呢，身体最近好像有点不咋好，哎呀，挺为他担心的。就是这个人挺好的，他是见证了我和我老公走在一起的，他是了解我们就是经历所有的事情吧。所以呢，我也希望他一切都好。哎，邀请他过来，他一直忙不开，一直推呀、推呀、推的。因为他毕竟现在分居嘛，分居当中的话就是要看孩子，你不可能就是说离了婚了你孩子不看嘛，对吧？这个孩子还是要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来。昨天晚上我老公发了信息，但是也没回嘛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回。希望他能来吧，明天做点好吃的给他吃吃啊。他喜欢吃西餐，他不吃中餐的，他不怎么喜欢吃。你看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吃中餐吧。嘻嘻，你看我这嘴巴这里是越来越严重，其实没有这么严重，只不过视频上因为美颜相机嘛，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加深了一点，有的该淡化了一点，那嘴巴这里他就加深了，因为嘴巴要红嘛，所以他加深了。本来长得就不好看，牙又不好，这个嘴唇又破了，你说雪上加霜啊。好在我的意志力挺强的，还有一点，我的脸皮比较厚，自信，没办法，活到现在，嘿，不好意思，活到现在了，36年了。今天呢，也不知道吃什么，不知道吃啥，等我老公下班一起去买东西吧。现在我家看在厨房，啥也没有，空空如也。打算吃随便吃一点嘛，但是我现在要喝一杯牛奶。我喜欢用奶粉泡，用那个羊奶喝喝吧，喝喝羊盐味儿。羊盐味的话，最近都是睡眠不怎么好嘛，也睡睡眠，但是火气太大，有点感冒，鼻涕一直流啊流啊流啊，也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，不知道。这个时期非常时期，好了，赶紧现在弄点喝喝吧，吃吃吧。看我老公回来了，还在拆他的今天东西呢，今天是那个邮局的人送过来的，我饿了。昨天晚上没吃饱，然后呢，今天也没吃东西，就吃了一点点那个，就是 muesli， 就是早餐的那个东西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吃这个饼干，还是上次他朋友过来送的。这个饼干是橄榄油做的吧？然后再看这个，这个里头都是花园里头用的东西，你看是不是挺漂亮的？还有价格呢，这个是279，这个379。我们家没这么大，所以不需要。你看这个要在湖边多美呀！啊，椅子、长凳啊，哇，这个可以洗当洗澡呢，这么大一个，看，哇，好吓人！这个价格多少钱？729，这个800多，839。烧烤。Barbecue， 外面的厨房是不是也挺漂亮的？啊，挺贵的吧？这多少钱？啊，这是分开来的，999，499，这挺贵的吧？我老公的梦寐以求就是想外头买一个这个烧烤的。然后他最喜欢就是这样子，在外头一个厨房的样子，对，
可以。我们家这个玻璃门上个星期一啊，星期二，星期一来装的，星期五啊，上个星期五过来装的。现在但是呢，白天的时候你就从楼上下来，你会撞到门，因为很干净嘛，所以怕危险，所以我们买了一个这个。哎呀，这个东西，这样子的，一个圆圈贴上去，不然你说一下子撞了他们震，要撞的老震荡，所以我们贴一个圆的贴过去。我老公说要不要这边贴矮一点，这边往上高一点，波浪形再往高一点。我说不要贴的悬殊很大。嗯 ，make， no， 滴滴滴，我家这个洗碗机叫了，洗好了。哎呀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买菜，我都饿昏过去了。我都饿得两手发抖了，要去两个超市，一个去 Rea， 一个去 Leader。 我们家的水只喜欢在 Leader 的，看把这个瓶子带退了，都是宝莱纳黄皮，都是我喝的。他们这里的设计还挺好，这是半打，一箱是20瓶嘛，去退了它，是我喝的嘛，得退了，不然爱餐都是酒瓶子。我们家的财富，这还有一个 flush 呢。flush， 这多不多？我老公就说，你看我们家这长的这个，现在查了一下子，好像是缺水，还有太阳太厉害了。看这里都黄掉了，所以很吓人。看这一定要小心，好吧好吧，我们去买菜吧，走吧。这地方都是，你看好多，这里也是。这个地方这个都要干的吓死了，你看。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多浇一点水。哎呀，看大家看看这个天，已经下小雨了。右边是 Friedhof， 是墓地啊。我是不喜欢墓地，觉得挺吓人的。我老公说，老是让我做一个给他听。这家的房子啊，挺好的，看这个楼上，是不是啊？挺好看的。OK， 卡米，我们去超市，去两家超市。啊，刚才看见理发店已经开门了。3月1号 ，the first of the March is opening for frisure. Yeah, and then in the area where you have low incidence, you can open from Monday. 啊，这个地方这个 Spider House 就是我们家的房子，就是他们家造的，就这家造的，质量是挺好的，就是费时间要监管他们，不监管的话那就一塌糊涂。啊，现在去超市去退瓶子，这个瓶子也退好多钱呢。哎，个英仔，好，喷一下水，消消。我老公来挑他的最爱的地方，就是葡萄酒，红葡萄酒。这里的葡萄酒，他喜欢意大利的，我喜欢智利的，他也喜欢智利的，但是他不喜欢德国的红葡萄酒，白葡萄酒他喜欢。啊，这个巴登这个有，哎，又到了卖花的地方，一到这卖花我就走不动路。看我们这边的水果的地方卖的是不是很多，水果蔬菜，人多的不得了，到卖肉的地方去。排骨总算买到了，今天多买一点，不然就没有了。Is this from Spanish? Yeah. Okay, take one. Come on. But do you know how much it is? No, I don't know.Here 没有吗？这里没有 price， 没有，不要钱 ，free。我老公想吃，那 take one。Come on， doesn't matter， we are not eating every day， even every day we can survive for that。It's the bread I want to have。Yes， 我老公在计较要看多少钱，想吃就吃呗。啊，我老公会做像这样子的这种面包，做 silage， 或者是。Yeah， 这个面包，走了，再看看其他的肉，就准备回到另外一个超市再去买。这边都是鸡肉，最近不想吃鸡肉，买了这些东西就准备走人，从这走，不管他了。我老公，我老公看到这里有卖这个橄榄的，这是那个芒种的。Yeah， the 芒种。然后的话，就是那 Kelle nehmen。这是土耳其人开的吧？很多吧。嘿嘿，那我们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吧，看牛奶、水，
噔噔噔噔，那很多垃圾桶，卷头发的都买了，买好东西了，你看后备箱都满了，你说我怎么买？我买不了。性感的男人又开始准备面包了，因为明天是周六呀，他要准备上次给大家看的意大利的拖鞋面包 chapata， 所以他又在准备了，我要准备晚饭。买完东西到家，整理了一大堆呀，因为很多东西呀，买了车子都压沉下去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打算呢做什么？烧这个 dorada， 上次那个 dorada 是红色的嘛，刺比较多，这次呢刺不多。然后呢，炒个豆角，就是今天的晚饭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啊 ，you make a cock stock， 看我老公已经在准备了，看材料准备了，生姜、葱、小辣椒，然后呢调料呢准备了，生抽、老抽。有人会啊，你在德国也能买到海天酱油吗？对。在德国的亚洲超市，你可以几乎买到差不多国内有啥，你能买到啥。他在乐鸡精，你看，鸡精、生抽、老抽，然后糖和盐。现在我们就把锅起热啊，烧热了之后倒入油。我这个很好玩，就是一般炒荤菜的时候，我喜欢放这种的塑料瓶装的油，就是菜籽油。如果我是炒素菜的话，我会用更好一点的油，是玻璃瓶里头装的。现在把它这些生姜、葱还有红辣椒放进去，给它炸炸香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在边上撒一点盐，撒一点这个盐。这个盐的话，它就起到不要让那个鱼啊鱼皮爆了，脱皮。你给它放过去煎一煎，两边煎，哎，又翻了一个面。翻了一个面之后呢，我呢煎鱼的话，我喜欢炖的多，煎的话我家这个锅不行。放生抽、老抽，再加入水，看就差不多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现在的话，我要打算等会给它放一点糖，鸡精倒一点进去吧。盐的话是最好是出锅的时候放。现在鱼啊正在这里头炖着，我们现在准备第二个菜，不是要炒这个吗？今天用大蒜蒜瓣炒这个豆角，上次是炖肉的，让有一位朋友他想起了东北的豆角炖肉，想起了家乡。其实东北很多的菜我很喜欢，我前面那个婆婆她知道我喜欢吃鸭子啊鹅呀，他们会用鸭子炖酸菜也很好吃，还有他们那里头的就是大鹅炖爆米，他们自己家种的那种黏爆米可好吃了，木耳，还有小鸡炖榛蘑，就是蘑菇嘛那种的，小鸡炖蘑菇很出名吧，很喜欢。我婆婆以前跟我关系可好了，但是在2017年的年底去世了，我前面那个公公是去年的时候去世了，所以想起他们也挺那个的。他们也把我当闺女一样看待，我也把他们当我父母一样看待。虽然那时候我跟他儿子离婚了，但是关系还是保持在那里的。我去东北的时候，他们都给我好吃的好喝的都准备着给我，还像以前一样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一点糖，但不能太多，一小勺，这么多吧，也可以再稍微加一点。好，可以了，第一个菜已经炒好，鱼已经弄好了吗？现在炒这个豆角。这个水啊，你看干的还是挺快的吧？看，刚才放了油放锅里头，然后火太急了，就放了大蒜和这个香葱放里头炸香。现在就把这个豆角放进去爆炒。这个蒜香已经出来了，放一点点生抽。再放一点点盐，鸡精，好，给它拨了一下子，盖上锅盖让它焖。看，刚才放了一点点的水，不然它会干掉的，所以盖上锅盖让它焖一会儿。豆角一定要煮熟了，不然它有毒的，吃了会拉肚子。晚饭烧好了，开始吃饭。今天的鱼烧的还不错吧？
来来来，给你筷子。希望今天我老公不要说了，哎呀，今天的这个有一点又是鱼刺多。先挑蔬菜呀，喜欢吃蔬菜，嗯、好吃吗？嗯嗯。Garlic inside. No. 嗯嗯。Today is Friday. It's okay 了。Yeah yeah. 今天星期五，我知道呀，所以我才放的嘛。Because today is Friday, so I put it in. You are allowed.、Mm. Loud or not loud is depend to what I want. Hi. 尝一尝。这鱼也要称，因为鱼也属于肉啊，荤的嘛。蔬菜它是不用称的。我老公吃鱼都跟我学的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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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吃吧？他挑那个地方，为什么我的鱼汤会多一点？因为我老公他喜欢勺子 ，I give the 粉啊，嗯哼，他喜欢用勺子浇汤汁。德国人很喜欢吃汤汁，嗯，我们很喜欢。妈呀，看这个吃的，不简单吧？你看，他就现在要汤汁了。如果没有汤汁的话，你说干的他就不喜欢了呀。我婆婆男朋友也喜欢这样吃。会吃吧？我婆婆男朋友在这里把这个汤都能舔完，真的，每次做的都不拉不提他每次都喜欢把汤汁给舔了。嗯。I say your mother boyfriend love the sauce every time he lick all。嗯哼。看我老公这个汤汁。嗯。就这么喜欢吃。嗯嗯嗯。嗯嗯嗯，吃鱼少年走，刚才夸了，说这种鲷鱼啊，德语叫 Dorade， 他说这个比上次那个好，这次没有很多鱼刺，上次的鱼刺太多了。看我老公快吃吧。嗯。They have big bones， 大的刺没关系。Take out. But a lot.Or you take other side. Mm-hmm. Here. Mm-hmm. Other side. Take. Mm. Mm. We all. Careful, careful. Lick. Mm.把这个弄出来，他要吃另外一面。嗯嗯嗯，看看看看，这样就好了。看，喜不喜欢吃鱼？你看。哦。哦。哎呀，别疯狂 ，Don't be crazy. I know it's very good taste. 嗯。疯狂的要死，看晚饭吃好了，光盘行动。鱼，一个鱼肉都没有了。连鱼的嘴巴子肉都给吃完了，豆角一个也没有了。看我们俩吃的，好舒服啊！吃完晚饭干嘛呢？就是擦我家这个油烟机呀、啊，全都是油，油多的不得了。可见我做饭的时候油多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啦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芳姐在这里面等你们哦。如果喜欢我就订阅我吧。好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